很多朋友啊，认识初哥呢，应该说是从许世友开始的。我觉得你演的每一个人都是那种正气凛然的啊。许世友呢，那一部电视连续剧呢，让大家熟悉了你。那在我们猜今天来的朋友之前呢，我们先看一小段，让大家一起回忆回忆，这得有20年前的你了吧？哎呀，那是05年拍的，05年拍的，06年播的。我怎么觉得好久了呀？是啊，十几年。来，我们看看十几年前的秋哥啊。立正，敬礼，鼓掌。从今天开始，许司令员。老许同志就在你们班当兵了，这是你们班的光荣，也是我们全连的光荣。二班长到。这是二班的朱班长。报告首长，二班长朱志刚欢迎司令员。错了，应该是欢迎新战友老许同志。是老许同志。嗯。